大家好，今天过来摘一点那个野生的小番茄，有点像那个水果店里面卖的那个圣女果。这个是种的红薯，一般在这个玉米地旁边会长这个野生的番茄。哎，这里找到一些，看这个，这个已经被太阳晒干了。因为这个番茄是野生的，所以长得比较小个一点，但是味道很甜的，有点像那个圣女果，但是这种是圆形的，圣女果有点那种椭圆形，这个做汤或者是当零食吃很好吃。再试一个试一下，这种很红的就比较甜。再去另外的地方找一下看一下，哦吼，这里有一些，这个还比较红的，赶紧摘。这是人家的那个地里面的，但是别人看，邻居看到了会骂人。这个反正都是野生的，他反正不吃，咱们摘来吃吧。我操，好多！今天就摘到这么多，等一下拿回家去冻在冰箱里面，直接当零食吃，也可以用来和鸡蛋煮那个汤。这个是野生的，相当于圣女果，很小的番茄，哎，忍不住想再吃一个。真的很甜。